比较多。是，其实 C 组难度分是很高的。对，难度分它有一点九。嗯，它你我们这里看到它是有两个黑点哦，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它后面那个黑点吧，它其实是降分了。嗯，它虽然是没完成，但是就是没有扣分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难度，就是它自己就没有分的。嗯，好，接下来这位是海南师范大学的华东交通大学的陈雨欣。它既然是一个南美性的表演项目嘛，那么势必要给人一种美感哦。没错，它是没有对抗的。对的，但是我们这个美感呢，我们又是区别于那种艺术体操啊、舞蹈啊之类的这种美啊，又带有武术自身的。它有力量。对的，而且是武术的这种。武术的美，它是一种技击的美。但是这种技击呢，它又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。而且呢，其实选手还是有点腼腆啊。就可能我们的摄像师也在提醒啊，稍等一会儿，等一下你的分数。对的，
运动员有时候他们不习惯，表演没完错，了以后就下去了。哎，这个其实，非常不错，这个分数。哦，9.349.34零啊，不错。